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目前体验服有三款典藏皮肤，有至尊封面，分别是芈月的大秦宣太后、孙悟空的全息碎影、小乔的天鹅之梦。而最近又有三款典藏皮肤的至尊封面曝光，那么下面就来看看都是哪三款吧。小伙伴觉得这三款典藏皮肤的至尊封面如何呢？除此之外，就是大乔又有新皮肤要上线了。这款皮肤是王者荣耀和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联动出的皮肤，皮肤名字叫做白鹤梁神女，造型是非常好看的。这款皮肤7月份会上线，小伙伴期待吗？